기회를 갖고 있죠. 여자도 又酗酒了，解释一下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上次叫来客人喝完的吗？没事，看电视。等一下，这应该去捅，非要扔厨房。厨房肯定藏着酒。妈，我看一下冰箱后。怕什么？你有什么事咱可以商量吗？别搞这么多啊！怕什么？这孩子懂事了，卷子还在你手里。 喂，你好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是哪个车位，我马上就过来抬走。开得不错，有功了。你啥功？就你妈那个小子，这不靠谱吗？来来来，回来就。怕什么？你这两只。马上到机关去。 怎么被网上迟回了一个小时？哎呀，小事矫情，老孙他回家了，其实没必要表扬我。我学进去了。客气客气，不客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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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客气
只用半个小时，继续行动。小帅脚崴了，这是孩子的自己。这些累了，放松一下。爸妈是大晚上到。这晚上出去太冷了，石货上面买两件羽绒服吧，才200一件，质量还特别好。给孩子也买一件，他那件好像也不保暖了。哎，可以。